最少最少还是会算赚个十多吧。对啊，那是最少。最少。嗯，最少。但是你要运用运用去换30。三万块，三万块比鸡生呐，这跟鸡生没有什么关系。要不公给公庙、啊，我干嘛？这个、我们又不是为了要赚这个钱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有心要捐你。你有心要捐的，你就直接拿出来了，不用。还要我还要给你赚30万，然后你要这里拿出来。这30万对你来说是零钱。刷牙缝。孩子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对，不敢当。你又不缺钱的，所以那我缺，我缺啊。所以就你缺，你有花得快呀、啊，我也没办法，没开呀、啊。现在这边破晓了，所以现在太子就是跟你讲的，你只要有这个灵感，你就是不要迟疑，你就专注在一件事就有机会。你要就像你讲的，你有这个感觉了，就赶快把握机会。我反而觉得进口车我比较敢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说嘛，国产车我觉得不敢。你要有这个感觉了之后。人家会跟你买，第一个会信任的眼光。一个，因为我喜欢他，一定会喜欢。对，啊，所以我就说了，你只要有这种感觉了之后，你就不要吃了。然后就是尽快的，人家既然有人喜欢的，就赶快就持续的这样子去做的话，你要进来就很快。是哦，是啊。所以我就说啊，你既然有这还有这个灵感在，那你就照这个灵感去做。课程还是深做，不要去听别人意见。我觉得重点就是你的人家相信你的眼光嘛，所以我就说以你的专业去看这一台车，然后你就是靠着这个灵感去做这件事情。嗯，了解吗？了解。所以说。最少十几 ，OK 啦，十几啊，十几包我们包里头还可以留一点，没啊，啊所以再差就好了。如果你够努力，然后眼光又够好的话，天公路有没有？太子也说了，有可能就达到30了，是吧？有可能就要脱下了。对，有可能就脱下了。所以我就说，那我们的动作要够快啊，是不是？了解意思呗？了解了解。好。有什么要写一下吗？写一下，谢谢。要写什么？我不要，我觉得我每次写的都是对废话的，我不。没关系，你这次我觉得认真点。我不想写了，我累了。写一下，写一下。你上次说我走火入魔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累了。不过我说的这个师兄，让我看到义气、忠心，我很佩服。对谁？对你啊？他啊，对你。不然他待在这里干嘛？那不一定啊，但是有些不是有另一个，我们不能。这个就挺乱话。那我会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写一下。我今天没有想要写的啦。还没有那个 feel 了。嗯，我没有分会再写给你了。等我想写的时候，我写给你。想写。我上次被你打击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恢复。伤了他的心。没有那个信心。我心灵还在受创。伤了他的心，他难过了。好啦。这个莲花太子被人家说走火入魔，那个心都，你们都说那个心都掉满地了。掉满地。碎片都掉。我都有写到哎。心碎掉满地。等我变回神的时候，我来跟你说。啊，对啊，他说我周围入魔，我等我变回神的时候，我来跟你说。你赶快去卖车了。赶快去找车，不是卖车。啊，找车卖车了。对。就把握机会了。既然还有这个灵感，你就赶快照着这个方法，就不用睡觉了，赶快去。所以我就说了啊。什么？我才昨天才睡3个小时，今天忙大整件事情，闲事。那你还浪费时间来问事？
所以现在太子就是抱你这一条路了。好，太子，我问你一下啊，偏的有没有机会？一定没有。我不看也不会告诉你，他不会告诉你，也不会帮你看。太子真的还没有入门，偏的不要教他，偏的去找大师。大师他不会看的，那你去坑那边好了。所以你趁着过年前就照着这个，赶快去，想要达到三十，就看你的工作够不够。我等你的红包，你赶快去赚了。我给也是给机身，要给工吗？给工了也是要，机身也是要一部分。那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你给我买糖果比较快了。你要什么糖果？你高兴点。看你心意，那我看我这个买买。看你心意，要收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好，吃假了。好，好，来吃假。等我想写的时候，我写给你。想写。我上次被你打击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恢复。伤了他的心。没有那个信心。我心灵还在受创。伤了他的心，他难过了。那个莲花太子被人家说走火入魔，那个心都，你们都说那心都掉满地的，碎片都掉。我都有写到哎，心碎掉满地。等我变回神的时候，我来跟你说。啊，对啊，他说我走火入魔，我说等我变回神的时候，我来跟你说。